16G 太小了，现在64G 都不够用，都买128G 的。你让你那手机也是换了都11年多了，没必要，我的手机不是特别大。反正也是你家里人给你买的，你爸不是挺有钱的吗？而且啊，你那个手机的牌子太不好用了，赶紧换吧。小朋友，你的瓶子还要吗？我都不要了，给您吧。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特别火的那个 DX， 你知道吧？玩了吗？玩了，昨天晚上玩了。我觉得是挺好玩的，但是特别难玩啊，你觉得吗？对。那第三关是什么？